最近的打击状况也非常不理想，过去三场比赛十个打数通通共估，而且没有保送，一次被三振。昨天还拉去打第二棒试试看，这个球偷点推到三垒方向，三垒手抓到球行进间传一垒熬斗，哇，刺杀了郑达宏，不过一二垒的跑者上到了二三垒，记录上还是会给他成功牺牲短打了。不过这个球可能也是郑达宏啊突发奇想啊，最近打不出什么安打，然后偷点的偷袭团打，这陈队正他一开始就有做好一个准备了、哦、但是郑达宏他这个点的一个力道还是比较大一点啊。你看这个球他郑达宏他还有彭俊敏他接到的时候是差了一点点了。那现在二三垒有跑者两出。